啊，今天哦，今天来看看哦，我特地找跑去那个这个哦凉拌的哦，凉拌的，还有那个大家不知道的，这叫做牛杂汤，牛杂汤哦，牛杂汤，特地去跟他买来试试看哦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试，然后去买了一个咖喱饭。咖喱饭，啊，这是咖啡包，等一下可以泡哈、哦。啊，这是炸鸡，我、哦、这炸鸡是我们这附近是很家常的料理，炸鸡哈、哦。啊，这就是今天的晚餐，啊，一直到那个下课为止了哈、哦，就是这些晚餐下课为止啊、哦。啊，肚子饿的哈、哦，其实现在。已经过那个吃饭时间有一段距离，但是如果肚子饿，还可以去吃个宵夜哦，吃个宵夜。好，节目到这边，谢谢，拜拜。